己煮泡面，还有热乎乎的火锅，旁边一整排的食材，想吃什么自己拿。我们是从斗六特地跑来这边吃这个的，都逛一中这边，因为这边比较多新的店。这间韩国年糕火锅吃到饱餐厅，每到用餐时间几乎都得排队。可别看它小小一间店，一个月光一平的租金就要8000多，是台中租金单价最贵的店面。租金的部分的话，目前以我们的营业额的部分还是可以应付的。同一条街，旁边这三间店面正在装修。占地700平，一整排要整并，因为这里被烧烤界一哥乌马租下，要开旗舰店，一个月租金上看140万，是台中的新店王。很开心，因为要这样子要吃就很方便了。这地点就在一中商圈的育才北路上，旁边除了有医疗商圈、百货商圈，还有学校商圈，这条路把三大商圈通通串联在一起。20岁以下到15岁这之间的，甚至15岁以下的一些年轻族群或是学生，基本上来这边消费，这几年有一直越来越多的情况。靠着各种不同商圈多元化吸收不同客层，让一中商圈在逢甲衰退的当下也能有成长。乌马也进军这里，下个月开幕的旗舰店更是台中的新店王。三新闻陈炳豪、方品们台中采访报道。